那接下来重点来了，床，这也是你第一次上床吧？是，而且是跟男生啊，这个头都不是一点点，我也觉得稳的还不错啊，所以说哎，关谷加场床戏吧。嗯，导演，当时是开心的是吧？还好还好，嗯，以为是和女生是不是？后来突然说是跟男生啊，嗯，后来我想忍了吧，算了，因为你知道，就是男生拍床戏，很容易得金马奖。哦，对对对对对。后来我想为了这个目标，我也豁出去了。嗯，谁知道那场戏一拍就是我们两个绑在一起。哦，但我们副导演很厉害。嗯。那个被绑的就是。专业的，专业的，忙的动都不能动。嗯，绑在一起怎么演戏呢？说话吗？就说话。说话呀，两个人捆在一起是吗？然后那个男生还很贱的、很暧昧的看着他边绑，就是我第一次跟男人一起睡觉，用那种眼神，那种眼神看着他。哦，所以他是要绑着你跟他一起睡。对。哇，你好惨哎！第一次床戏感觉怎么样？所以我说大家都惨。所以你后来就再也不想上床了吗？后来我听了一个星期的菊花台。菊花残，所以菊花残在地上。我同情你，我真的特别同情你，太厉害了，男女通杀啊！那刚刚说了这个吻戏跟床戏都挺难为你的，全是第一次啊，期待你可以得这个。